你是何人？玄虎城少城主韩硕，敢问姑娘是？花园城三公主韩芊芊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顺水推舟，扶持陈芊芊上位，利用她夺得龙骨，待我夺得花园城秘宝，至于心急后，便立刻点燃瞭望台上的火焰，届时玄虎挥师南下，一举攻占花园。那日你我初见，三公主一袭红衣，英姿飒爽，纵然马匹失控，险些坠马，也处变不惊，化险为夷。三公主临危不惧的模样，令韩某一见倾心，立誓此生非三公主不可。我也知道三公主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亦是如此。韩硕，韩硕，药呢？需要他命的药呢？长君，中骨能治愈你的心情，韩某不可。从前向往的心情抓不住，伸出的指尖。玄虎城少城主韩硕魅惑三公主陈芊芊盗取龙骨，今着令取其骨一根以正视听。龙骨是我一个人偷的，跟韩硕没有关系，我陈芊芊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龙骨是我逼韩硕喝的，你们要取骨取我的，我就是他的肋骨。属下听闻少君已经服下龙骨，刚刚将喜讯传回了玄虎城，我们计划已成一半，接下来只要伺机而动，精兵南下，一举拿下花园城，花园城的乌石矿就要改姓虎了。吩咐下，今晚就点燃狼烟，明日玄虎护城军南下攻占花园，可活捉花园执事魔女。我爱韩硕，与他一见钟情，便情深意重，没有韩硕我就活不了了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自古以来只要涉及到权力之争就是你死我活，凌迟处死，我剐三千刀，少一刀都不行。你答应过我的，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骗你，我是没有成功。亲，错了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这样逼我？你应该最清楚我现在要的是什么。我的心里只有仇，这些仇恨也让我失去了爱人的名分。我也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，我只是个亡国的敌情。陈芊芊，我是生是死跟你没有一点关系，我不是你，我不想一辈子活在虚妄里。纵使你爱我，可我不爱你啊，我不属于你的。此毒名为断魂散，中毒者会在睡梦之中暴毙而死。一个知道自己死期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每天都像是在倒数。什么？能忘记也是种福气。